狗啊！起床准备做拉伸课，我已经戴好我的隐形眼镜了，所以我看起来没有那么困，但其实我脑子现在非常糊。我先去把健身服给换好。最近有拉伸课的时候都是5点半起床，当下起来的瞬间就有点绝望了，但是起来之后就还好，尤其拉开窗帘看看外面的世界，就会更加清醒一点。现在在慢慢习惯这样的生活，而且早起真的会把一天拉得很长，哪怕白天划水了一会儿火，也会觉得因为有足够的时间而感到心安。现在是7:15左右，然后我们准备去健身了。我的 pre-workout 还有蛋白棒，因为现在健身的时间真的有点早，所以早饭有点吃不下，然后等回家之后再吃一顿比较完整的早饭。这个是我新买的口罩，这一块特别奇怪，但是它好在它可以遮双下巴。掀开来，然后这样子。我一般会保证自己7:30之前要到健身房，因为9点钟就要开始上课啦。很幸运的是，健身房离家很近，不会在路上耽搁太多时间。虽然有时候也挺赶的吧，不过每天这样把一件件小事都做完，又会觉得今天美好了一点。现在不管多赶，我是一定会花5到10分钟去做动态拉伸的，增加脊椎的灵活度。我最开始健身了几年，那会儿其实也年轻吧，去健身房直接就是上重量，默默留下了很多未来的隐患。前段时间的腰痛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教训，不仅停训了一个月，现在也是小心翼翼的算恢复训练之中。不过也是好事啦，就是因为经历过真正的疼痛感，现在的我会更用心地去感受身体，不断提醒自己把它当作一个整体，做到张弛有度，这样才能可持续发展。还不错哎，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奶泡长成这样子。这个是我们新买的咖啡杯，特别特别大。哎呀，还有1分钟。准备去弄一些午饭，最近吃好多这种速冻食品。 Trader Joe's 的 Fish Nuggets， 然后还有这个包子。超可爱。我的包子，这个鱼块感觉还不错。我们简单的午饭，来一点蔬菜、毛豆。啊，这个是炸糊了的包子，这个鱼块搭配着番茄酱，超好吃。
就表面有点糊，但里面应该是好的。哎呀，猪肉馅的，猪肉馅甜口的，蛮好吃的。你要去拿水吗？酒。你怎么大中午的就拿酒？因为我好愁啊。我也好愁啊。两个人被生活磨平了棱角。吃完饭，我还要写作业。做晚饭了，先把这个意面给煮上，耗时最久。哎呀，沾到面粉了！再来一碗，一大勺美乃滋。一点点就还好，还好。家里又没有菜了，所以打了超绿超绿的蔬菜汁，吞拿鱼玉米粒饼。这玉米你咬下去还是那种甜甜的，特别好吃，增加口感。你明天作业已经写完了？我还有最后一题，我 struggle 了好久哦。告诉我哪里写错了，你才走。是不是 S 小于等于 number？ 我不应该拿 scoreboard 做这个空集吗？还是 count scoreboard？ 宝宝，大家早上好呀！今天又是新的一天了，然后 pre workout 蛋白棒，准备去健身了。今天早上我没有拉伸课，所以差不多7点钟才起来的。现在是7:18，然后到健身房7:30，练一个小时，8:30回来，正正好吃早饭。我刚刚看到了我们小区的社区活动，就每周四它可以到我们 rooftop 上和你的邻居 social。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呀。本来我就是一个很社恐的人 ，COVID 待久了之后。我好像更社恐了。比起我们公寓小健身房，大健身房最吸引我的不是器械多，而是不管我去的多早，总是能看到一些大佬已经在锻炼了，然后到8-9点又精神抖擞的去上班了，就会让我特别感慨。很多人并不是因为幸运的有足够多的时间，都是硬生生腾出时间。但是看到这么多人和你一样都在默默努力着，就会更加有动力一直坚持下去。给你们看我这个隐约的汗珠也练得差不多了，准备赶紧回去吃点早饭，然后就上课啦。太棒了，今天要尝试这个新的咖啡豆， Trader Joe's 买的，包装很漂亮。
你今天打得很漂亮，大的咖啡杯真的还挺好用的，成功率比较高，大家见证了你打咖啡的一路成长。冷冻的杯狗，刚从乌拉去玛雅买了一些非常快的熟食回来，然后还有螺蛳粉，现在来把它煮一下，然后把它切一下，对，就这么简单。觉得不是很好看，这个刀它太钝了。好，就这样吧。我要来试一下这个，想要给这个salmon上面喷一点。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第一次用这个，开饭了开饭了。我们今天的午餐，好香好香的螺蛳粉，虽然焦了一点，但是感觉这个好棒哦。然后三文鱼本人本来就想要买点熟食的，但是去了之后发现螺蛳粉本来是3.99，现在是2.99。哇哦！你先试试有没有翻车。好。嗯。哇，我觉得烧麦表面被我烤过薄薄一层之后，比烧麦本人还要好吃。嗯，真的好好吃。我觉得我之前是加太多其他的，比如说番茄、西兰花、丸子什么的，但这次的话，我就只加了它原本的东西。好吃，但是真的好咸哦。嗯，再加上入口即化。嗯，哇，你一块我一块，嗯，解决它。嗯。棒棒棒！你今天 commit message 有没有好好写？有好好写，写完作业的感觉太棒了。我就打算来做一些韩式的鸡腿肉吧，这个大蒜好像有一点点太多，不过就这样子吧，加一些韩式辣酱，还有这种韩式辣椒粉，一点代糖，一点点的水，好，再给里面切一些花菜。再来做一个鸡蛋煎饺，这个煎饺也是在 Trader Joe's 买的，然后7个煎饺是4.5克脂肪，30克碳水，然后10克的蛋白质，就 macro 真的还蛮好的，推荐推荐。
哦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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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是什么电视剧？北辙南辕。哦。单身女性没有固定。我得跟你说个事儿。嗯。哇，这个好吃。倒了一点醋配这个饺子。嗯。嗯。哎呀。然后。我们这回买的这个饺子是鸡肉蔬菜味的。就特别清淡的那饺子，一点都不油。不开，我差点就嫁给你了。我、先不回去了，然后现在、行啊，不过话要说在前头。好见色。对。我来和大家说一下我们在干什么。饼夫刚刚刷到了宝剑嫂的视频，她是强迫男朋友一起看帅哥，就是那种看帅哥 reaction， 看你有没有心动。然后我们就想来试一下，就看他这些 clip， 然后我们看一下会不会心动。你喜欢单眼皮的吗？我其实偏好单眼皮的。哎，不对，你是大双，不对不对，我喜欢双眼皮的。嗨大家，我们现在准备去爬个山。早上的时候我做了一些复习预习的内容，然后明天的作业也写完了。大家有看到后面的大雪山吗？我们刚开过来花了好久，本来是只要两个小时，但是在门口买票的地方真的排了好久好久，结果花了三个小时才到这边。景色真的超美的，走上去之后应该更漂亮。想到大夏天踩雪地，哎呀！